大提琴家张正佳一向拢是以相当丰沛的创意和趣味的解说，和古典音乐变甲趣味又个行动。而这一届，伊准备伫咧3月24号在嘉义市文化局音乐厅，带来结合着美食个音乐的张正佳亲子音乐会，牛肉面 PK 意大利面，透过面的历史由来，到做法和种类来进行着 PK， 和观众伫咧趣味当中来体验无同款风格音乐所呈现的差异，嘛接触。当来了解到美食，感受音乐之美。大提琴家张正佳化身成为总婆婆，亲手来料理着意大利肉酱面，和嘉义牛肉面的艺人赵自强搭嘴讲，两个人一句来一句去，透过活泼趣味的解说，结合着大提琴和声乐，带领观众来感受东方和西方不同款的音乐风格。伊充满着创意的各种音乐会形式，深受着个被欢迎的大提琴家张正佳。25号为准备伫咧3月24日在嘉义市文化中心音乐厅举办的亲子音乐会来举行宣传。这一届音乐会特别以牛肉面 PK 意大利面的料理东西均衡式，和观赏的人发现着音乐之美。所以国军就那个国防部下令说不能吃狗肉了，所以就开始做牛肉，然后就开始做牛肉面，所以不是大陆的东西。那我们开从这样老兵的哦，那个那思乡的曲子开始，我们一开始这样子慢慢的，然后意大利面就是罗西尼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加上厨师，我们就这样演奏，然后让在 O Sole Mio 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太阳，对不对？番茄要有太阳才会成长的好，这样子演，然后最后让大家来投票，你要吃牛肉面还是意大利面？很多精彩的片段，一定期待。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你错过这一次，可能要再等10年了。哦啊，没有，还是等市长下一次连任的。哇，这个时候还等太久了，所以我们所以你每一年都要来。不，我真的也是市长那一次给我12月份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感动。他一见到我就跟我邀请说，你一定要把亲子节目带到嘉义来，你知不知道？我真的这句话我就听在心中，然后我就赶快去进行。也谢谢真的文化局，还有我们所有的赞助单位一起，大家一起合作哦。那我们玉山银行一起，大家来加入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了这样子。那只期待大家一起来，然后你要投，记得投意大利面哦，没有了。嘉义市长吴明辉特别到现场，邀请着大朋友、小朋友，伫咧3月24号下晡，做伙来到嘉义市音乐厅，参与这场充满着创意和趣味的亲子音乐会。张老师特别的，就是因为爱孩子，他让孩子了解，太爱孩子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可爱、这么可以亲近的音乐家。欸，我今天晚上还要回去家里煮晚饭的，我是每天晚上煮晚饭，我不是在那边演的，哦，真的是每天演煮的。哇，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很棒的音乐，音乐会，大家一起来，欢迎大家注意到这个讯息，一定要来哦。谢谢，强哥。张正佳亲子音乐会除了有艺人赵自强老师和大提琴家张正佳贯穿全场主持演出，还有国内上届优秀的次女高音汪若佩、声乐新秀刘成华，国内知名的小提琴家林天吉、新生代的小提琴家张之庭、中提琴家张立文等等，六位重量级音乐家将两种的美式结合的音乐来做呈现，想要参加的民众。接入去，会当上两厅院售票系统来买票。最新新闻就顶孙翁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